简古轻盈这句话呢其实是个吉祥话，但是它的寓意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自己做到完美的话呢，上天就会赐福给你，就可以给你很好的眷顾。这句话我们历代是用在比如说我们的就是家里的院子啊，或者是庭院里面，周围是那个门上的那个像一个门首一样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就当下也是非常非常适合这句话的，就是我们把自己做到完美的话呢，任何的困难其实都是迎刃而解的。包括对我来说，我也是这么理解这句话的。其实也挺偶然的，因为我家离那个 DNA 很近嘛，就是我一旦有时间呢，因为也是身体的需要减减肥，经常会看到各种鸟类啊，跟人就是和平相处，就是离人很近不怕人。那我也挺想画它们的，所以说我就在网上或者是找一些照片啊，或者把它们的形象速写的形式记录下来，其中也画了大量的手稿。但是因为我的表现技法是来自于传统，所以我非常想把这些当地的鸟类、可爱的鸟类啊，把它融入到我们这传统绘画的技法当中去。看来这种尝试也是很有意义的，也很有意思的。得到的那个观众的反馈也是比较正面的，大家都挺有意思的。这里面我给大家推荐就是导览几幅画。第一幅画呢，就是飞鸿戏海。第二个呢是竹黄林翠，就是有七个小鸟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泉鱼肖像。这三幅画分别代表的其实是我自己一些小小的探索。第一幅呢就是那个飞鸿戏海，就是讲的就是一个大鹅，就是它口衔一只桃花，一只或者是樱花也可以，桃花也可以，它是飞过这个波涛汹涌的海浪，然后往前飞的。这个海浪其实它有象征意义，海浪象征于困难，象征于我们现在这种不太平稳的局势。但是海浪是从高浪到前面慢慢平缓，那个飞燕是走向光明往前飞的过程当中啊，点点的那个花瓣散落在它的翅膀，散落到海里，这种感觉本身是有带有一点点苍凉，一点点凄美，但是它其实真正表达的就是人要走出困境，面对现实走出困境，所以说对大家来说是一种激励的状态。然后用词方面呢，为什么用这个戏？戏有游戏的意思，就是你对这种困难是笑看的，不是那种很危难情绪，好像困难来了我们要怎么样。其实任何事情迎刃而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这是一种精神状态。后面那个还有那个就是竹黄林翠，长的竹子是一个断裂的竹子啊，最后是一根完美的弧线往上扬的，其中站了七个小鸟，七个小鸟是代表七个音符，代表七个音符也代表就是所有我们能听到的啊，这个音调里面所有的都在。但是他这种状态也是让人觉得就是困难面前也是一种昂扬的斗志。鸟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刻画的过程当中也是三三两两互相顾盼啊，有飞的，有背对着你的啊，还有窃窃私语的，还有抱团取暖。像这种状态其实让观众啊可以从每一个小动物的那个身上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影子啊。所以其实我画鸟其实说难听点，就在画我自己，或者画我身边，啊，还是比较我相信绘画艺术还是要接地气，描写自己生活、自己周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点。啊，那个还有一幅就是，泉鱼肖像，泉鱼肖像画面是刻画的是两个孩童啊，在捕鱼的过程当中，这个泉我跟他说的，泉又可以名词，又可以动词，名词的话就是那个抓鱼的鱼篓子、鱼桶。把鱼捞出来的也是动词，抓的意思。但是它表现的是什么？表现的是一首诗，写的是放鱼图，就是它是把这个鱼从深水当中抓起来，浅水当中抓起来，放到深水当中，其实从放生的状态，因为天气太热了，让它深水当中去凉快凉快。啊，诗里的意思也是为了就是挽救这条鱼，它情愿吃素，就不吃鱼了。也是我们一种不能说佛教，至少是内心一种对生命的一种尊重，或者是敬畏，是吧？哪怕你奄奄一息了，翻肚子，我肯定还要救你一下，是吧？当然，描写的过程当中，这个场景是很愉悦的。我怎么会想到呢？因为我小时候出生在江南，水系很多，就夏天消暑最好的办法叫
小河里去躺躺，对不对？就是把这个情景跟我故乡，跟我童年的这种印象，还做了一个穿越和穿联。绘画的形式上面呢，也是讲究一些夕阳的表现，稍微把视点放低了，就让人觉得这个水面很宽啊，很平缓这种感觉。其实呢，这些作品大部分呢，就是也是我生活状态的一种表现。我呢，个人非常喜欢改造一些文房雅器，包括是有些东西上刻点字啊，刻点印章啊，做点款式啊，或者对一个造型进行一些修改。这些呢，我认为也是就是展现我生活的另一面。这里面值得说的是这个琴名，因为这个古琴本身价值也挺高的，是我一个好朋友，一个大藏家的他的东西，然后他也比较信任我。我们之间通过前后的三个多月，从如何布局文字，如何就是写这个文字，包括是印章位置如何摆布，到最后这个琴它的完成，我觉得也是好朋友之间一个有益的见证，就是把一样东西花很大的精力去赋予它一种文化内涵，赋予它一种跟自己相关的意思，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件很雅的趣事，是吧？然后这个过程呢，也是相对在那个琴名上、文字上也有一种表现，比如说从它如何通过什么途径如何得到这个琴的，如何就是听这个声音，觉得它美在什么地方，包括起这个名字。当然我在刻的过程当中也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探索性的手法，比如说刻的时候比较浅刻，因为琴比较贵，也不要刻太深，保持它的一些漆面的那种保护层，所以做了很多一些有意思的尝试，对，还蛮好玩的。书法呢，我把它可以这么讲，我把它比喻成水。水呢是无处不在，你烧饭也要水，喝汤也要水，你生活当中运动都要水。但你说它，比如说是表面上有多么就是让人惊艳或者怎么样，每个人都会写字，很多人觉得这个书法不是那么重要，或者认为会写字就行，写得漂亮就行。其实自从比如说，因为我还有一档就是去年录过的节目，就是篆书的那个千字文，一直在普及这个篆书，推广这个篆书。你从古文字、古文化往前就是摸索探索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古老的文字就是跟绘画是非常相近、非常相同的，甚至一个字就是代表一个故事性，很有意思。我现在我都非常入迷，有的时候一个字要琢磨半天。所以说，我想通过这个书法，就是提醒海外的这些华人，或者对书法感兴趣的西人都可以。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绘画的或者艺术的其实一个根本来的，如同是水这样。你把它说的多重要，我都没有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它。但是就像生命之水一样，艺术之水，源泉，非常重要。我希望我的任何一幅画或者任何一幅作品，并不希望挂在你家里非常主要的地方，挂在角落都压得住，让你整个气氛都安静下来，是吧？因为我喜欢就是比如说花草呀，我喜欢那种兰花悠悠的香味，不是那么刺激那么强烈，但是很悠远，若有若无。我希望我的作品就是收藏者买回去或者是有人喜欢的话也是这样，你的作品是悠悠的在你家里散发自然它的香味，很悠远。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画这种像茶挂画之类的东西，我刻意的我会把墨都调得淡一点，淡淡的素素的，字也是比较文静的安静的。因为现在其实你讲大家我们热闹一点都不缺乏，朋友很多啊，比如说媒体很发达啊，你要看什么你天天都很热闹，一首歌就是一两个热门的东西就可以让它红遍全世界。但是慢慢的安静的东西反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比例越来越少，越来越低，对吧？那我利用我的这个专场，我要把这块东西让它保留下来，甚至是让人家有喜欢静的人也能感受到它安静的美，这种安静也是种很大的能量。其实这个呢，我没有刻意去找主题的，延续今年的创作主题呢，首先我会延续下去，就是对身边的这些动物，因为我还没画完，其实数量挺大的，包括接下来一些涉禽类，就是水面上的鸟，我也会画，
小的鸟也会画，这些动物慢慢都会放到我的主题。但是构图方面啊，或者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希望是有一点点小的突破，就是找到自己的感觉。因为毕竟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是这么深厚，古画是这么悠久。你如果说纯粹是我们从接骨啊学骨来说，那无非是把古画临摹，或者是把它搬来搬去，做成一定的系列的整合拼贴。其实这个意义对我来说，我不是太感兴趣。我希望在你找到古韵的当中呢，你能找到生活当中自己的影子，或者我生活的影子，甚至直白一点，这个鸟我在我院子里今天早上就看到过，或者怎么样。我希望这样，我就讲的再通俗一点，就是我的绘画就是为周边的人服务，就像我开了一个小的杂货店、便利店一样。我不会想象把这个东西卖到全世界全球，但是我希望我周边的一些邻居啊、邻里乡亲啊、街坊能够感受到啊，他在描绘他的生活，他在描绘他的四季，这个我已经很满足了。